国服火舞的最新出装，我打了一上午，真心好用啊！各位，血量多杀还特别的高，现在是逆风的，但才能体现出这套出装的效果。打了这个等级比我还要高的辅助，一上只是2000血量。现在队友被抓，来看一下消耗的能力。赵云血量是比较多的，一上只一广血，如果对面想要越高地，我说真的有反打的机会。这个场景好像在哪里见到过。射手这种脆皮就更加离谱了，一上的2700点，直接半条命啊！出装铭文放在上面了，护甲鞋加上吸血书，前期的战斗力非常高。最后来了个破茧之一，各位不用担心啊，吸血书、破茧之一加上调和，穿的是足够的，各位可以去试一下看。效果看出来了，不出魔坑的小脆皮一上的2700点，对面在打龙王，先干掉复活的达摩，再来那么一上子啊，这个世界都清净了。打龙王也是2700点。开心上高地的环节，队友开始撤退，但我看到了希望，冲上去带球撞两个，再来个回头望月，打出复活甲。所以这套出装它的伤害没有减少，但血量比平常要多，加上现在火舞的强度啊，各位赶紧拿去上分。